为我那时候已经了解到，就算合并了，也是其他伺服器。那有人知道奥丁伺服器是被并到哪？哈？这个我连听都没听过的事情。Odin 啊 ，Odin， 也是以前的吗？波波大人不然是未来的吗？就是在那个啊，他跟那个很久之前，小时候收费的时代吗？收费的时代，不是在阿斯加吗？不是在阿斯加吗？看我还彩虹桥嘞！我弟弟叫肉鸡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最。好戏古父爱华岛，傻笑，这是什么？不错吧？我抓的节奏还不错吧？太瞎了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哎、欸，你不错哎、欸，你开始在上班了哎、欸，之前都待在家里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没怎么样啊，就有所费可以。买服饰啊，所费你可以不要讲所费吗？所费是台语 ，Hello。那不然你说电线杆的话，你会讲电线杆吗？电线杆啊，你会说电火条是电线杆？哎呀，电火条啊，电火条啊，电火条啊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这段剪起来，头痛，头痛啊，老皮醉，二零空听零，念一遍。我在我要在广播，广什么？暴怒的人挑起争端。我前几天就这样广了，然后有人跟我一起加入，真的假的 ？OK， 今天直接切歌了，我听的也是很傻眼、啊。这是三小啊！不要生气，我看到你我就生气。不要生气。哎、欸，我先跳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他要跳那个暴怒的人跳起争端。我说你下次用影片的时候，背景音乐可以放这个。好笑。我怕有版权啊，不太好。哎、欸，点点，哈哈啊啊！我上次看一个女生说，我摸不到我的脸部太大了。摸不到什么？摸不到良心。良心？然后呢？她胸部太大了。你要在光山桥打你呢？侯信，你有听到吗？你能摸得到你的良心吗？我摸不到啊。为什么摸不到？对啊，那我还不传一张照片来看看有多大？哎、欸，你小心哦，太大会被叮。他喜欢考古团长，不知道吗？这由来是一个活动影片，我们看了之后非常的喜欢，然后从那之后开始，他就喜欢上了考古团长的捏捏。他是一个人吗？他是一个人吗？请问我要怎么回答这个八七求解？哎、欸，我以前也不会特别注意，你知道吗？跑任务的时候总会看到、啊。有时候会啊，然后那个打壁游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吗？哦，那个 NPC 沙拉，哇，沙拉真低大。然后那个、啊、打壁游那个啊，在看壁游是不是？我在看沙拉。壁游是。不是有三个吗？那三个人都很大。话匣子被打开了哦。我以为你在讲喜欢大呢。比较好奇是他喜欢什么样的大小？敢问这种问题好羞耻。就比他大的就可以了吧？暴怒的人挑起争端。至少不要那个吧，平的吧。好，那这么说好了，如果那个女生练得跟你一样有胸肌没胸部的话呢？对啊，那种哎、欸，那种练到后来都会家暴老公。不要乱讲话。凹你的脚啊，不然就把你的手折断啊。你很夸张哎。哎、欸，可
可是他如果能把你折断，就表示你很烂。对，那是对女生温柔，懂什么？都断断脚了，还要温柔？这叫为爱，为爱牺牲。那你过来，我打你。我愿意。好好笑，天！过来给我打。我相信你一定下不了手的。虽然没什么力气，可是我会拿菜刀。好孩子，不要学阿姨有练过。菜刀好使力。做菜给我吃哦，可以哦。爷爷十把力。跟爷爷什么关系啊？